大家好呀，看到我手中拿的是什么了吗？一个大龙虾，大家喜欢吃大龙虾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纸做的大龙虾吧。我们做一个红红的大龙虾吧，这样比较有食欲。我们首先呢，把下面这个尖尖找一个宽度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存着量，然后往上折一下。然后呢，再把它往下折，折出来呢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把这张纸对折，是按照这两边这个尖这个地方对齐。然后呢，我们这张纸呢，给它再这样对折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展开，然后这边呢往上折，这个尖呢要对着刚刚我们折出来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线，这个线这个地方，以它为对称呢，这边也是这样折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把这个尖尖往里边折，让它跟这边这条线对齐，这边也是没有两边对称哦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折过来，哎，下面大龙虾，我们的大龙虾已经折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大龙虾画上一个眼睛。噔噔，我们的大龙虾已经好了，煮熟的大龙虾，对不对啊？一只红色大龙虾，我们还有一个蓝色的大龙虾，两个大龙虾。那今天晚上就给你们兄弟做大龙虾吧，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一起做大龙虾吧。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